Hello，大家好，JM。今天来试着做一下这个影片啊。平常我在玩币啊，就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啊。现在就从这个 BWB 开始啊。虽然已经快结束了啊，还是来先马后炮一下。像这个东西风险这么高啊，大家还是别来抢了啦。但投入量这么多，怎么玩呢、啊？如果有参加这个的活动了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不要就是瞎投，瞎投，你看这么卷，我们都没办法玩啊。好像平常在玩 Launchpool 是稳赚的哦，你只要把你的资产全部放在里面，那它就分币给你，赚多赚少的问题。那 Launchpay 不一样啊，Launchpay 是你要有，它已经有认购价格给你了，它认购价格都给你的话，开盘会不会被砸烂？而且它这认购价其实也比较高嘞，比之前的高出了50%，之前在认购的时候，好像是300 U 吧，还是手机有认购那时候，钱包认购的时候啊，是用 USDC 做认购，那时候就0.1，然后还有做空头活动，随便弄都可以弄个1000多颗。那现在这一次你要算了，500万个 BWB 去除以总投入，这算起来根本就，我算给各位看啊。不会算的，我算一下给大家看。就是我之前在做持仓统计的时候，我大概就放1万 U 出头进去，让他去做计算。然后你看了，我现在我就算我1万 U，我全部投进去，我根本换不到30 U，这太卷了。你看啊，好，总共500万美嘛。所以你要投之前，其实还是要想一下，500万个，你除以这么多钱，2.8亿啊，2.88亿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算就好。2.88亿，等你 EU 只能换到0.1736个，很少的啊。EU，你看，假如说你的我1万 U，我们算有的人，假如有的人他持仓可就1000 U 来讲，你全部投进去，你换多少？你就换17颗，17颗价值多少？你认购价0.15就2U，你1000 U 进去他就给你2U，我1万 U 就给你26U。其实这26U。或2U 啊，你这个根本就不会赚钱啊！你好像赚4块，你就是开盘翻倍，开盘翻倍你就赚2块，这样有意义吗？你是赚2块，不是赚4块，是赚2块，因为你要扣掉你的成本2.6块。啊，如果赔钱怎么办？不就被反撸了吗？尤其要如果弄那么低的话，假如说大家看我好像没赚钱，全部都开始抛，啊，砸到低于0.15，那大家不就你就像是跟之前一堆韭菜去买0.094一样？然后开盘一万块全部冲进去，会被割到剩9000还是8000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被砸穿再买就好了，根本风险还更低。所以说你们在做这个新币挖矿的时候，啊，这新那去破可以做啊，这个就赚多赚少啊，那去配就是他头脑要想一下，这个有些 KOL 他们不会跟你讲，他们只叫你说啊，赶快做这个活动啊，然后用了那个什么。那推荐码，大概他们也是想要你，希望你参加嘛，就是主要是用那推荐码。然后我也是会放推荐码，你爱用就用，不用就不用。只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投，就是要想一下不一定赚钱啊，这个东西这个乱去破乱去配。反而这次的 Ulti 这个币就比较有机会这个就应该可以赚到一些钱，因为它是乱去破的嘛。他们是 Jumpstart，就是他们的 Launchpool，他们就是你只要把你的资产放进去，他就会分钱给你。啊，我不小心放太晚，所以我也没拿到多少钱。这我们就看看之后这个 Ulti，虽然说大家说它很烂啊，都没有空投给那些做任务的人，可是我想一想，就是因为这样才不会大家都有太多币，免得大家都一直砸，所以这个币有可能会拿一阵子吧。因为接下来就是那个我们大牛市快来了嘛。那我们就把它拿着，拭目以待。像这个最近还不错啦，这个整个币开始有在涨的阶段。那现在以太还在这边盘，我就觉得可以准备买一点。好像这边我也都买了一点，看能不能大牛时候给它冲上去，冲到5000。还是我之后来做一起活动好了，就是我用 BGB，就是我用 BGB 这边1万块，我这边都没投，我现在都把它移走了。BGB 1万块，我们来就是做一些投资，看可以赚多少。
然后我们就用1万块来看看整个大牛市看能翻几倍。好，我后面有空的话就来做第七，就是陆陆续会做这个影片，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然后再补充一个，如果你现在之前的那个空头啊，或是认购你都没有做到的话，最后一次白嫖那个 BWB 的机会就这个吧，这叫 BWB 嘉年华，就是你去填一下这个任务啊，做一做，我到时候还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就做一做，它可能就是依照这个总积分，还有10天呢、啊，啊，依照你这个积分呢，你做完之后就一些积分，你再分享给你朋友啊或什么的，啊，就是去抽吧，你按照积分去抽这2万个 BWB。可能还是可以抽个几个吧。我觉得抽这个搞不好还可以比你去做这个认购换到的还多吧。如果你不是几万 U 的话，可能根本就拿不到什么 BWB。就祝大家好运哦！感谢你观看，拜拜。